较常会慢的，大白象吗？会慢的，我慢的，我倒 Q 你啊，好，我你也卡 Q。哥吃的不是龙鱼，哥吃的是感情。我刚刚有试吃一颗的，感情如何？感情如何？我来试试看，我大白熊的感情。欸、大白熊阿来他第一。今天这个早餐什么都还没有吃，我的第一口食物就是龙的眼睛，叫做龙眼。三山秀色的。比上次甜对不对？是不是有意啊？哎，露眼啊！露眼，美丽眼。不谈了，你吃了就不谈了。都吃那么久，下一顿赶快啦！上来了吧？哪一个？胡佳慧都讲了。没有，是说你跟谁相见恨晚？跟你啊？跟你啊？是这样子吗？慧琪，阿婉买蛋糕要这边用啊，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。哇，小七呀、啊！小七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